确定啊，10:10。你到底是说要怎样滑下去？这边就滑下去了。这条路。对啊，这条路、啊。这条路。那我应该要先帮你拿，不然你怎么穿鞋子？他们出来有路啊。有啦，有路啦。好啦，那我先帮你拿。我先。来。确认一下，好，很好，有路吗？有，肯定的，一路下去都是绿线。啊，我先拿哦。也可以啊，你抓着就好了。我先拿，我就要单手拿，就杖不拿了。你要这个出发点，你如果你自己也可以，要不要？哦，你说比较轻松一点。对啊，你如果你自己、啊。我拿，这比较简单，我来，这比较简单。好，好，这样哦。往前路吧，往前伸直没关系的、欸。你在干嘛？好，开始路啊。奇怪。你这样好近哦。它闪了奇怪的灯哎、欸。怎样？它闪很多下。你先啦。好，开走喽。真的可以走哈？真的可以走。好。我先去。好。这样子哦。
个人的吗？三个缆车。那你可以过去一点。因为我才站这个。你往前挪。你要往前呢、啊。每次我拿的时候都是很慢的时候。多少？我每次我拿的时候都靠我在那。就这一段很缓。山顶缆车的时候一直往后顶，我后来也发现我往后顶了很久，所以我后来就只好往前方顶。我昨天也是啊，当时觉得哇超痛，对啊，我就觉得不应该往后靠那么后，骨头哎，我是脊椎骨上痛。我也是觉得啊，那很硬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哦，现在。那黄色的店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好像中间有一家、就是。好，可以去吃啊，咖喱，咖喱。嗯。要终于可以吃到咖喱饭了。嗯。终于。对啊，滑雪。等下我们下午。滑雪怎么可以没有吃咖喱饭？哈哈哈哈哈。所以等一下就是滑这一条，不过已经有一些人滑过了。对啊。应该不会很乱啊。然后上午都不错。哦，那个是怎样？是竞速的这样？因为它那个旗子，所以好像就是那个路线。哦，好整齐、哦。那中间有个蛇，是不是？那是人家要滑的吧？是吗？我不能滑，我不知道。应该可以吧？这就是练习大弯吗？对啊。不，它那个速度我没办法动那个速度。我可以滑那个弯，但是我的速度是它的一半吧？就是那个小朋友在滑旗子那个啊。应该不行哦，你看上面有一堆人在等。对啊，嗯、跑去插花被生气。你赶快跑。不过这条红线看起来滑的人很少。对啊。应该会体验不错。我有开哦。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开？我手机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了。哦，你是用那个。对啊。现在觉得蛮方便的。尖山还是很漂亮哎、欸，尖山很漂亮。要往右切，然后再有一个后山的。你看，在那个铁栏杆后面的那个缆车。嗯，铁栏杆。后面有，现在被铁栏杆挡住的那个地方有一排缆车，有看到了吗？没有，你在说什么？铁栏杆是什么？这里一堆铁柱，有没有？嗯嗯嗯。铁柱后面有缆车。看到哦，啊，你不是要去，你不是要坐这个山爬到最高吗？那铁柱的好像也蛮高的、啊。铁柱的不是就到那而已吗？好像不是那一个，我觉得不是那一个。不是吗？你要去上面，不是要坐这个地方出发的吗？可是更上面的好像是，它上面的在上面那一个。在上面那个是黑，有点黑。啊，反正今天中雪还好。
这个车是不是没在动、啊？为什么那也有？会不会是那个？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短。啊、还是要现在地图拿出来看一下。哪里还有车？没有啦。应该这条线只有左边一条，右边一条。然后阿帆、啊、就切那一边去，然后那边才有缆车下来。没有，哪有缆车啊？不是这里一台，这里一台而已吗？还有一个雪道啊。哪里还有雪道？哦，最右边吗？对啊。我们再看清楚一点，我要。那我们就是滑这个吗？不大像。不是啊，这个缆车只有到那里而已啊。对啊。这个很短诶、欸。对啊，不是这个。要看，可是地图上我不记得了，只有这样而已。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现在看了、哦，我觉得很恐怖的。没有，那等一下来看吧。有那么短吗？我们现在是坐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他现在你看的是这个吧？那是亲子的。不是吧？我们都快到终点了。到终点的话，这里一个站，右边一个站。对啊。是啊。那个是二号。我们在坐这个啦。要坐四号吧？这个四号很高呢。我们要坐这个上去吧。好，你看四号，你看四号，没有很高，这是半山的这里啊，对啊，半山啊。中间那条是黑的呢，所以那个二号是那边哦。二，嗯，对啊，是黑，你要去滑黑的、哦，是黑的，是说这里耶。对啊，那样子下来的话，上半部那个黑黑的呢。还好啦。不要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黑的是划区域的问题，正的还是红的，划区那边有一块，有吗？那里不压，那叫黑。是吗？就只有那边叫黑，它只是不一样。问题是这边更上面，所以那个上半部没有。它刚黑的，它刚黑的只有一小段。你刚刚到底有没有看到、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只有一小段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滑？我们要下来这里，然后再上去。那好，坐中间这排。对啊，我们要下来这里啊。它是 champion。它是 champion。Champion World， 你是 champion 吗？很恐怖。我们当然是 champion。We are the champion of world 。唱歌很难听，我们俩都不想，我们俩都不想。你的手作手为这次都会在 GoPro 里面，很好啊。这一次的影片跟以前有很大的差异，很吵，有个人吗？很吵，有人知道我了，哦，好感动。没有，我们都隐藏起来，所以我们要坐这个过去吗？对啊，滑下来，对啊，天气这么好，为什么不上呢？好，就去看一看吧。对啊，希望雪还新新的，没有刮。好吧，大家都知道目的地喽，缆车站见。好，离我远一点。自己不要贴着我。好低哦，这个好低哦，什么？糟糕了，我怎么会摔倒啊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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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办？哎呦！没关系的，晒一晒就擦。我要擦，擦一擦它啊！我要拿到车里先擦一擦它。转一转之后就跌倒了。
伤，他也有基本防水，湿了就湿了。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个绳子可以勾的，不然手滑怎么办啊？如果掉，就是你在很迅速滑的时候，他就会滑掉。因为它喇叭发出杂声。什么喇叭？你现在听到了。好、哦。嗯。这喇叭不音不播音乐是好事。也不然我们的 YouTube 都会把它锁起来。啊？如果雪场播音乐，我们的 GoPro 回去录到就会录到音乐、嗯，然后它就会不给我们公开那影片，就只有它上传的时候它自己看得到。他就不给你们公开，对，因为就是有版权问题。这边看起来好像还好还好啊，但是看不出来有没有压过，应该有吧？看它平平的。有啦。只要有压过，我们就是可以的。你可以去跑旁边、啊欸。你看这条路线看得出是什么？那那个先给我。你说什么？这样。你我说他可以去滑旁边，很好滑，你看。你去滑这边，然后棒子给我。你不要看我跌倒吗？不要，那摔倒我就觉得不好。反正那边滑，对，巨友号称可以把它买下来，你就给他。下面是人的脚了吧？踩那么深。嗯、这个是吧？应该是卡板，但是不是就是不会陷下去吗？一旦陷进去了就出不来。就是这边勾下来。对啊，它这样速度还好吧？这个不很快啊。它是不能弯的。它陪小孩就弯了。往后看都是山，这雪场蛮漂亮的，嗯，因为它很宽阔，就是很大啊，这个白马更大，八方，八方是很大，好吧，今天努力练习技术，你可以应付八方的力，你要滑这个、哦。对啊，啊就是这下去啊，不是很好吗？不要，然后再去威压力圈别人。好了，反正，那你滑来，棒子给我，我来拿。很烦呢、欸，你要下车你要拿呀。那我就不要拿杖了，那我要单手。好了，我拿了。搞不好你这样滑的比较好。对啊，其实因为我手一直在甩，我拿的，我后来发现我拿那一次我可能比较稳。你要滑黑的就不给你，那不是黑的 ，It's off road， 那没有黑。欸、但是最危险哎、欸，怎么觉得这样会掉下去、啊？对啊。对啊，斜反的，看，不。你知道加拿大这种啊，就这样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都滑了，很多死小孩，就你就看就是，哦好玩哦。上面那个喷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喷、啊、那个血喷剂。哦。不知道喷什么。他把某一地方的血喷掉了。是有人开着一个机器在用吗？啊、他在那里左喷右喷，喷血器。哦，最后一段更高了，拉很高哦。哟、哦哦哦哦哦哦哦。没了。手没了。
我说那个喷的没刮，好来。哦，这个人开了对。他说叫你不要去外面 ，dangerous zone， 这里有血，是警察说的。没事，你要拿我的，我先去。对啊。啊？有什么？虽然他地图上有画黑的，但是我知道我滑到黑的。当然是要滑黑的，你要去。我的意思是说黑的什么？没有，你要不要再看一次地图？黑的可能就在左边。对啊，我说你现在看的是左边的线。没有啊，它就下去大平面才看得到啊。对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类似，就是说它可能。起得来吗？好像连起来都有困难呢、欸，是手太酸了吗？然后你再开，按一下开，按两下那个，还是我帮你开？哦，它被你弄到都水。等一下，变绿灯好像可以开。好。闪绿灯，闪绿灯，好，出发。老师已经跑掉了，那我要在你后面，这样我才录得到。你先，不然你又会说，你又会说我太慢。哎、欸，但我觉得这个雪有点乱了、欸，一块一块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！你要干嘛？
常就是这样摔倒的，唰唰，然后就摔倒了。还好吗？两叉。你要拿吗？你关了。我关了。还可以啊，就一直这样滑掉了。还是它一颗一颗的。但是不会滑。啊。好呢。有没有好滑？还好啊，因为它一颗一颗的。但是那个一颗一颗不会发出嘎的声音，那不是冰。走。我觉得那个地图不成比例，我还以为右边的那个缆车也很上面。没有啊，它只是高度，它没，它只是看起来很高，所以它没那么高。我觉得它应该后半段缩短吧，因为那个上面感觉有那个缆车站的钓鱼机。对啊，我觉得它把它缩短到只有这里。想从这里要怎么接回中央啊？就从那边接过去啊，那可以吗？他又没画那个路。哇，这好快，超强的。他的左右手在那边晃晃晃。左右手都有。他只有右手晃的比较厉害。好压车、哦。没有，他都一直摸血啊。这女生欸。好压车哦。对啊，速度越快越压，越慢越不压。吃午饭再想坐车回去这件事情吧。对啊，是啊。就要不要拿棒棒啊？哦，你可以拿吧吼。还是你要下一次再拿？你要先拿，每人录一趟，这趟换你要不要？是哦，好啊。你要不要？也还好，我觉得就是录下来，好啊，可以。我这样子我就知道我的姿势多烂了。好啊。要换你拿的位置。我要拿正前方，而且伸最长。刚刚那个树丛是这样绕一圈吗？再绕过来？因为我觉得，他说这段是红线，然后又那么窄，他为什么突然掉了一声？刚刚没关吗？不知道，我以为有关。然后没电了。是坡度比较陡吧？
吃饭的时候把它冲热。看看等一下有没有办法录吧。跑掉，嗯，这一下缆车就啾就跑掉了，对啊，是可以啊，所以等一下去缆车见，也可以啊，好嘞。压过的黑不是黑，压过就是红的、啊。压过的黑不是黑，这不是歌词吗？你说的黑，不是吗？压过的黑。缆车站摔倒了，地上的刮痕，不知道啊。想要转弯的时候秒不过来了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哎呀呀呀就摔倒了。交给你了。交给我什么？按。你是说先按一下再按一下是开机，它变绿色亮灯就是开机、嗯，现在是蓝色嘛，然后按两下。然后它就会变闪绿灯，现在是啊，闪绿灯吗？你看一下啊，红灯啊，搞不好路盲还是怎样，一直红灯。对，没有啊，哪里有红灯？你我刚闪绿灯啊你。我从我这个方向是红灯。大丑、啊。真的。我走啊。小心拿好。走。
然后后来我就摔倒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你就放松啊，然后慢了啊，他就想说再滑一趟。我想再滑一趟，换我拿。哦。但是脚会很酸哎、欸。你先挂着好不好？挂什么？上缆车的时候先挂着、啊。挂着。那现在这样你过得去吗？可以啊。好吧。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怎么了，我就摔倒了。就放松了、啊，其实下面松的地方比较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就又摔了，刚刚脚还扭在里面扭到一下。你这样还可以吧？你是没有痛啊，是刚刚脑转了一下有点痛，但是现在不会。再来看一下。那我们这样上去，他刚好是刚好。他以为我就说我要想要吃饭了。脚很酸哎、欸。好啦，这一趟就最后一趟休息了。量力而为。我知道啊，只是我刚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不能放松啊。哦。
头发好难受。有啊，哦，但是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，嘣就摔倒了，而且还两个板都脱完。那很好啊，我本来觉得你那样子两个板都脱，就那就是安全的摔，但是后来就看你他到底状况是好还是不好，茫然的，我都看你回头。对，我在想说。我们因为它很不平，我想说，我回头看一下我们的痕迹有没有把它压平，没有，我回头看一下，然后我就摔倒。最好是压平。为什么我脚明明就往前，为什么我会滑摔倒、啊？因为你的重心变了、啊。嗯。你要转成横，转向成横滑的时候才能往回头看、啊。嗯。然后重心一样要压着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回头然后就。哎，我流鼻涕了。我觉得这样一路滑最危险的就是下面这一段。嗯。现在我觉得平的这一段最危险，因为平的这一段啊，然后我就没有认真的压它、嗯，然后你就有可能被别人的痕迹带走。嗯。哦。还是其实这谁都可以滑，然后他们只是在排队，应该是谁都可以滑。你要去啊？不要。我一样啊，大弯啊，只是我是慢的大弯啊。轮到你拿，太阳就没那么大。对啊，被遮住了。这边巨友有拿一次吗？没有，有第一次。他一次。那你一次，我是想问燕拿一次。而且你搞我最后又摔倒了。不会啦，你拿着的时候可能重心比较对吧？因为拿着的时候啊，你会顾虑它，然后你顾虑它的时候，它会定在原地。然后你就间接造成你的手跟上半身定在原地，上半身定在原地，重心会比较稳。你试着感觉一下，所以搞不好你之后就一直这样拿棒棒啊，不入你也拿着。我神经哦。不是这样重，这样子姿势比较对，你这样滑一阵，滑一阵会有帮助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你就感觉看看吧。这里比较没有脚胶哈，有啊，你才说这里不就有？没有啊，我是说没有清晰的，这里食物不好。那有清晰的，就是他们会在那里觅食啊。好、
在还在穿呢。对啊，他在弄他的电池，他说他忘了开一个测试。再讲。我刚到底怎么摔倒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来了。我们来了，就坚持还要再滑一次。你也拿最长啦，我也拿最长。对啊，这样比较拍得到你全身的姿势啊。哦，啊，我觉得拿最长很危险哎。不会啦，我觉得有点太长。很小心啊。然后就丑很丑啊。不会，这样比较平衡吧。哎、欸，你再等一下，现在等太阳出来好了。太阳要来了，还是怎样？还是没有？等一下就会来啊。没有，我是跟啾讲，他要录他自己。哎呀、啊，我要等一会啊。我看不出来。要不要环山？不行的，环山拍一张。你小心啊。好、哦。你确定我拿这么长好吗？我觉得很危险。不会，我先溜溜看，不好我就要缩短它。尽量往前面伸哦。好。开了，好，我开了，哎，不是，没了哎、欸，好烂哦，轮我就换掉了，那我要把它收好。哇，下午你轮到你录，太阳又出来了。太阳在那啦。怎么满的？有可能记忆卡都满了。没有，我有检查过他的时间。是啊。
我就好硬哦。好嘞，可怕的人哦。整个往下走，我路的那一趟我可以一直下来，而且速度超快。然后我刚那一趟，我都中间休息两三次，累死。就是刚那一趟其实真的算最后一趟，再休息比较好。那滑这一趟真的，摔死了，摔死了。技术也就没有体力啊，还硬要滑。啊，这里东西好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里有没有掉？但是没吃过啊，就给他吃一次呢。
那梅花是早就到了还是怎样？会不会又上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在用那个？我觉得他应该也累了。问他，我刚摔很惨，而且整个扑向胸部内伤，我的两只脚都快要岔开了。我岔开了之后又再拼回去，我就知道我的重，我已经没力去压重心，然后我右脚没力。摔到线还掉，那手好。我没有关。